门这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旅游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要找古味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非常知名的历史古迹大三巴牌坊。我们呢现在在澳门旅游塔的对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找古味一定要吃的有30多年的咖喱味道哦，雅丽咖喱。澳门找古味有许多经典的历史古迹可以让大家拍照，还可以品尝到非常传统道地的美食，到了晚上还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看非常漂亮的烟火比赛咯。